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简曼诗。在我们广东粤西地区，每当春节来临，每家每户都在准备着传统的过年食材，以糯米为主。首先把糯米清洗干净，进行过滤是否有沙子。清洗干净后浸泡一个晚上。浸泡一个晚上之后，将浸泡的糯米粉磨碎，这就是市场上的水磨糯米粉。它的主要特点是细腻油滑，光泽度高。水磨糯米粉准备好之后，接下来要开始清洗绿豆。清洗干净后烘干水分，这个是韭菜油，它是用多种材料制作而成。地瓜。猪啊！啊，谢小六啊！